开心啊！对了，哇，阿妈，厉害哦！刚碰的人有化妆，老杂货。就来学怎么化妆，你有没有很兴奋？第一个步骤呢，阿妈最重要的是防晒，蓝色那罐摇一下，然后打开。你两只手，你就打一下，然后擦脸，脸全部擦好。下一步呢，就是底妆，它就是像海绵一样的气垫粉底。你要比较自然的话，我们用 CC 霜，一点点在手上，然后涂脸，啊，擦均匀，慢慢擦。老人家要这样毛本呢，越擦越难看呢、啊。那我们要怎么画眉毛呢？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哈，它要斜上去再下来，画出来你就看得出来，它就是翘上去再翘下来。真的要画这样？对，很怪嘞，这有没有麻烦呢？啊，哇，阿妈很好看，好厉害哦，好有天赋哦。好看吗？下一步我们要画眼影。这样擦、啊，对啊，这样跟他投下去，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，从中间一半开始啊。对了，哇，阿妈，厉害哦！刚碰的人有化妆，可以吗？老脏不？接下来哈、哦，要学会哈、哦，怎样做这个轮廓。那我们用这个大刷子，你可以用这个大刷子。我们要先用中间那个颜色哈、哦。画出你的轮廓，我跟你讲一个小秘诀，你这样，你嘴巴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到有线？把那个线哦弄出来，这边线，对，真的擦脸很美哦。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画高光哈、哦，把这个高光放在你这个颧骨上，这样一画，一笔中间鼻子这样鼻梁这样一笔这样，好像做道具一样啊，对啊，很好，我们画一点腮红。粉红色这个滑滑一下，另外一边滑滑一下，我们涂一涂口红，漂不漂亮？